放心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很快啊，我们就可以去医馆治好你的腿。我今天啊，还拿到了天下第一医馆的号帖。明天呢，我们就去。嗯，号帖呢？如音大夫，您坐这，我是清白的。如音，哎，抓住他！糟了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没什么。我这一高兴，我把浩铁落在医馆里了，这下还得再跑一趟。你谁啊？谁啊？谁在那儿？没人，走吧。嘘，小声点儿。你把人引来了怎么办呢？就你刚才那种做法，要么声响太大，要么摔个狗吃屎，很不专业的。是吗？我在这跳了这么多年，也没出过事儿啊。这么多年。年纪轻轻的，别干这些歪门邪道的啊！早点改行。我还以为咱们是志同道合之人呢。你开玩笑呢？我是第一次，就是他们家的大少爷，他拿了我东西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大少爷的房间怎么去吗？我知道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顺着那巷子往右转，再往右转，走到头就是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好汉，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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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